南方女婿对东北话的理解。我得撞了，我你撞，嗯呐，撞我撞什么？撞白的呀，拿来。要撞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怎么撞呀、啊？就往里撞，往里撞是吧？啊、你这是干啥呢？这这么撞吗？哎呀，你不是撞了吗？给我吧，下面打去吧，啥也不会呀。把热汤来给我添上，把点热汤添上。嗯呐，我太难了。热汤啊，热汤。把汤放这里、啊。对，放这里头。什么汤？玉米汤、排骨汤。玉米汤、排骨汤。妈，这个是什么热汤呀、啊？嗯呐。这不是水吗？是水也是热汤。水是热汤吗？嗯呐。我不要你买几样花去。啊，土豆吗？啊，不夸张，不夸张，吃。不夸不能吃。啊。哇，这土豆长得真美，真好看啊。Nice。昨天这菜做的怎么样？硬不硬？不硬，挺软的。软。这小红萝卜得蘸着吃，吃好吃呢。蘸着吃才好吃呢。嗯。差不多吧。不干嘛不干，把衣帮我收拾一下了。干嘛收拾鱼？到时候长吃去。不收拾不能吃吗？啊！是不是不听话呀？才叫我收拾你，听话点、啊。冰箱还有半只鸡，咱给溜一下。溜鸡吗？啊，溜咋鸡的？不溜不能吃吗？啊，怎么溜啊？啊，你想找一个找溜呗。你搁那干啥呢？我要溜鸡啊。谁让你那么溜的呀？不是你让我溜的吗？不是你让我溜的吗？什么玩意？不是那么溜啊，是放在大锅里溜。你这又是干嘛呢？不是你说放锅里溜一下吗？哪是真溜啊，直接在锅里溜就行。哎呀妈呀，你咋还进锅里去了？不是你要在锅里面进来溜吗？人才。这边花生是用车拉的吗？是啊，都用车拉呀。是我们家的吗？这是借笔的花生啊，咱借笔的花生。借笔子花生啊？借啥笔子？那有多少？大概几十亩吧。要请人是吧？不用请。那谁弄啊？就咱俩弄就弄过来了。咱俩弄啊，几十亩。你干啥去了呢？我等你啊。我这半天没找着你呢。你洗澡了吗？我等你半天呢。我洗完了。我寻思快呢。啊，搓澡了吗？不敢搓啊，怕什么那什么醋啊，什么牛奶、红酒、盐放身上抹，怎么搓呀、啊？啊，这东北的，那特长。你把这猪头帮我打一下。怎么打猪头肉啊？打一下才好吃呀、啊。打一下才好吃啊？怎么打呀？放在微波炉里打呀。你在那骨头砸的还没打呀？我不好意思打呀。那有啥不好意思的，直接打呗。哎呦我的妈！那前面买点柿子和蒜苗呗。柿子和蒜苗是吧？啊，对。那买好了。哎呀，你买的不对呀、啊！蒜苗啊！啊，这哪是蒜苗呢？这不是蒜苗吗？这蒜苗啊！这不是蒜苗，这是蒜苗。那、啊、这个是不蒜苗吗？这不蒜苗，是蒜苗啊！蒜苗。你这帮我求滚柴火。去哪里去？在外面不远霞。不远霞。那、啊、这个还要烧吗？烧啊！我在查这天然锅了。天然锅炉，这鱼要不你做吧，我来添。妈，这个鱼要怎么做呀？先把它切成一锅的骨子来，然后那个面粉它咕噜咕噜，然后在那个饭锅里咕噜咕噜的放点水，咕噜咕噜。我来刷火锅，你再做吧。
完这又是干嘛呀？今儿这老板白来骑了，完了我这边骑呀，你搁那边爽、啊。我跟那边爽啊。啊！我给你干干啥去呀？你不是说让我在一边爽一下休息一下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你怎么白菜？白菜怎么爽呢？就把这腋毛扒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妈，这么弄白菜它不会坏吗？放这里？不坏，这边都认放着。那他这个吃不完了，有多少斤呢？我估摸着呀，整个那也就是四五百斤呗。也就是四五百斤，能吃完吗？这哪到哪儿了？还得整一车里呢，还得整一车里呢。我还不天天吃这玩意儿这一顿啊？天天吃啊，这一顿天天吃它。